各位微信闲事，各位书房善知识。啊，我们现在的房子公寓的很多，大部分都改为公寓的了。所以公寓出去的很多湖边都会有楼梯，或是尤其是电梯最厉害。有时候我们去看整栋的房子，我们出去了湖边的弄起电梯的，家里住的比较不平安。但是我们买了一栋房子，好不容易耶，一生才买一次，但是你没有办法买了，以前都不晓得，现在知道了也不办。啊，一个方法啊，你们进来，进到房子来啊，你龙边排个水族箱，或者沿的玻璃杯这个瓶的，反正有水在那边滚就好了。你要看怎么样的水族箱也好啊，你就可以坐进门来的龙边，外面白虎在动啊，你里面啊，你们的水族箱在转动，这样就可以消灾化解，趋吉避凶，大化小，小化无啊。也不能说只有一个水族箱就能破解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你一个水箱会动的，把这个阴极把它平衡了，啊，那么啊，事情大化小，小化无啊，啊，所以你花了很少的钱，你就可以改善。那么有的呢，门出去，右边是啊那个电梯，那进来你就改90度的，让外面的电梯你就在你的龙边。那么你们改进来90度了啊，那你这个门框你一定可以留着，但是门伞你要拿掉啊，比如说都是电梯好，门一进来你出去就白虎荒，那你这里还有水箱，水族箱它是动的，水族箱动它也被虎荒动，那个虎洞是阴极啊，龙洞是阳极，阴阳可以平衡掉啊，这个做水箱，做水箱可以圆的也可以，反正要有水让它再动就好啊，或是你改玄关，改玄关呢啊，这样门就进来了，改玄关改过来，让你的门这个这扇门呢啊，看到是龙边，但是这个门要拆掉，这个门要拆掉，门框门厅拿来就好啊。若是门厅你没拆掉，这个门伞拿掉了啊，改这个门是没有用的啊，没有拿掉是没有用，先要拿掉哦，那把它拿掉，让那这个气就是直接收这个气，这是龙边的门改过来，那样就好了。哦，这个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哦，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要领，你不要去花什么钱，啊，花最少的钱也是有那个功德。记住，你们改过来了，啊，这个门要拿掉，啊，这个门你锁好了就好了。有人怕小偷，我告诉你，你所损失的比小偷所来跟你偷走的还多呢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有智慧，不得不注意啊，祝福各位。